展丰指塑工业从事指塑业的机器制造，整厂输出近20年，如今已成为国际大企业重要伙伴与业界翘楚。为进军欧美市场，展丰展开与 Rockwell Automation 长期合作，所采用 Rockwell 的最新技术包括一、4407CR30 可程式安全继电器，可监测防护门的护锁开关及机台急停按钮，及时将讯息传送至人机界面；二、Kinetis 5500伺服驱动器，透过 Studio 5000软体支援 Ethernet IP 上的整合运动控制，可简化设计、操作、维护作业、配线作业，并降低库存压力。三、控制系统由 Compact Logix 5370可程式自动化控制器管理，可在以太网络 Ethernet IP 通讯协定下进行通讯，为生产工厂和公司内部网络之间的连线提供一个平台。四、PanelView Plus 7标准型人机界面，内建以太网络连接埠，可将机器连接至企业环境中。五、Studio 5000 Automation Engineering 和 Design Environment 软体平台上整合运动控制，可降低整体生产成本，并大幅缩短启动及模具的安装与维护时间。六、安全风险评估等安全服务，协助展丰审核确认机台符合欧美国际所明定之标准和规范。我们跟瑞克威尔的 AB 的使用 AB 的产品之后，我们的良率提升到95%以上，甚至也有客户提升到100%，生产力我们是24个小时全年无休都可以生产，但是就是它模具的一个保养，它也是很重要，所以我们的那个运转率的提升有提升到30%。那对新产品的这个营收提升，新产品整个我们的营运啊，整个我们模具机器的一个成长，我们提升了50%，这是我们跟 AB 合作，我们的客户啊的反应一直都很不错，在继续的一直跟我们采购我们的TBM 的一个机器。